到我的那个小海报了。铁肺女神，肯定也有。好，来，就这三个，来，对，为什么挑你，你知道吗？
吗？真的是，哎，你看，是啊，因为你真的漂亮，来跟我们教新屋。如果说今天新田来到新屋玩，你怎么跟他问候？你怎么推荐他新屋一个很棒的美食？除了刚刚所讲的，刚刚讲的那个鹅肉之外，鹅肉。新屋美食跟新屋台湾啤酒，台湾啤酒吗？对，新屋台湾的，来，赶快。新屋的哪里玩？外港海螺馆，还什么海螺馆是不是？好，是啊 ，OK， 新田，我现在取一个那个，找一个来丢奖问答，你帮我挑。好，刚刚这位新屋的乡亲讲得很棒，有一个馆建设得很好，请问什么叫什么馆？海螺馆。第一个海马馆，海螺馆。第二个海草馆，海螺馆。第三个要你馆，第四海螺馆。选帮我选方式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放下。好好，先放下，放下。好，不用拿了，不用拿了，不用拿了。来啊、哦，一，等一下，一，二，三。海螺馆，有什么味道？不用提醒。好，帮我选一个，帮我选一个。那个。哦，拿那个海报，对不对？是，跟你一样漂亮。举得最高。什么馆？不用提醒。海螺馆是。好。是海螺馆，又要归你管，对不对？哦，恭喜。谢谢，恭喜恭喜各位。那我们呢，新田的歌声非常有个人特色，亚哈内那里给秀了一枪，新田不让人呆乱。视线变得模糊。
是啊，心田，看观众朋友那么热情，那你可以利用您的时间跟大家来报告一下。哎、啊，你接下来如果他们想听你的好歌，要从哪里去找呢？不然我们很多乡亲朋友们很喜欢杜心田，对不对？没听他的歌会睡不着，对不对？哇！哦，对。好，现在呢，那个管道基本上就是从我脸书的粉丝团，对，脸书粉丝团。
板搜寻杜新田，然后天杜，我的英文名字 TIENDU， 对，那个板子有没有没有？杜新田天杜，然后有蓝勾勾那个就是我官方认证，不是诈骗，对，是真的本人的唯一的脸书粉丝团，对，杜新田天杜，哇哦，哎，等一下哦，好，为了要让各位乡亲朋友们更了解，专业，所以呢，来，我们先展示一下，对。哇，这个是那个名模，最怪的是没有听到掌声，谢谢。你没有戴假发、啊，这个要加薪啊，这个要加薪。对，然后脸书粉丝团上面会公布，如果我有一些外场的商演或是活动或是节目通告的露出的话，都在上面跟大家宣布。对，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会在直播平台上面唱歌，基本上是每天晚上。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搜寻一下，在脸书粉丝团上面问是哪个平台都可以。没错，好，那其实呢，我刚刚有说到。我长大之后就比较不会讲客家话，但是我来现场之前呢，有跟就是我妈妈恶补了一下，所以我还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个问候，客家话问候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。嗨啦风矮黑杜新田，归还去落新屋，新屋，新屋，嗨老师是放在哎，嗨老师放在某。太搞四宝了不？四宝呢？四宝哎！四宝哎！晚餐吃是什么？晚餐还没吃啊！晚餐还没吃，但是中午吃过了，这样子。好的，又学到一句。好，那继续呢？要带来一首我自己在去年发的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，一首比较新式台语歌，《如果观点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再聊你的时间，我安排去安当通。
大家，谢谢，非常谢谢什么娘子，谢谢，拜拜，来给我们杜欣田一个。